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跟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里读作“麻”，麻哇麻，第五条。麻是一款鱼啊，身躯长溜溜，头壳尖尖，皮真厚，身躯小块黏黏，真歹抓。一般生活里咧正水，会收集到海水来生卵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作“罗麻”，其中一个意思就是麻；另外，佫有一个意思是讲竹鸡啊，家己乌刀做违法代志的人。第二个词读作麻饭，意思就是麻鱼饭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把这两个词合作伙。譬如讲阿明较早行歹路咧做路麻，即马知影讲脚步踏叉已经伤过慢，生活歹过含麻饭伊嘛食袂起，有影是歹路唔通行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作麻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